今天来找冰城的大富豪，用点心、晚餐，很美，不色不香。点心就是三色烧麦汤，很好吃，看着吃好吃，色香味俱全。凤爪，好吃吗，老板？好吃，这个就是风味炸三品，叫了一个螃蟹粥，我在罗海湖炸神螃蟹粥，风味三炸三片炸虎粥，这个就是螃蟹粥。这就是螃蟹粥，好香。